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，跟我老妈去割那个上次。
抱一下吧，那边人多。不好意思是吧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就要回河南过年了，在这边待了两个月，挺不舍得的。是吧？嗯，是舍不得我，还是舍不得这个房子？当然是舍不得你啊。那太感动了，现在瞬间不觉得冷了，本来觉得好冷啊。抱一下吧。等会再抱。那行，那现在我们先上车了啊。嗯，这准备回去了，阿平安排了这么多，晚上请你吃火锅。阿平啊，嗯，你还在准备菜吗？还在？对呀，还有莴笋。够了，这么多菜了。还有莴笋啊，弄好就可以吃了。我们两个人随便吃点就可以了。啊，不能随便，但是也算是随便了，是吧？相对外面那些
什么海鲜大餐呢，我们都已经算很随便了。本来今天是打算跟你一起出去外面吃的，但是天气太冷了，就在家里随便吃一点就好了。是啊，你这边太冷了，这边你这边属于湿冷，不降温了，这两天可以吃了，过来吃吧。这一次我们要吃清淡的，不能整天都吃那个辣的火锅底料。好的，是用这个粥做汤底，也没有吃过。我第一次吃。第一次吃是吧？嗯。过来吃啊。好的。可以了。香不香？好香啊！哎，你先来。哇，这阿平太给力了，要吃你那个灵魂蘸料。不是明天要回去了吗？要搞一下这个灵魂蘸料，让你吃一下，要不然到时候回河南了就暂时没有这个蘸料吃了啊。挺舍不得你的。讲这种怎么舍不得？很快就见面了。很快是什么时候啊？那你回去先把家里卫生搞好啊，准备好啊，买好那个牛啊、羊啊、猪肉啊之类的，还有鸡啊、鸭啊、鹅啊之类的，是不？说不定哪天，哎，我说大哥，我到驻马店了，赶紧过来接我，是不是？给你个惊喜。一切都有可能是吧？一切都有可能。嗯。我喜欢吃新鲜的。对呀、啊。不能放冰箱太久。那样不好。那样好吃吧？好吃。小心啊！嗯、不要掉到衣服上啊！太激动了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对吧？太激动了。不要激动，慢慢吃。本来是晚上准备出去吃呢，但是外面太冷了。对啊，太冷了。在家里吃还好，清淡一点。我喜欢这样清汤的。你多吃点虾。我不喜欢。我都很少吃虾，虾我感觉剥得很麻烦。你多吃点虾，啊。那你怎么不把它剥好给我？哇，好烫。烫啊，小心。嗯，我喜欢吃那个丸子，虾你多吃一点啊。应该可以。可以了吗？哇，虾好烫啊。先把它凝一下再剥呀。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。嗯。所以就特意去买了。再给你，不喂你啊。那我自己来剥呗。来，快点，快点。都不好意思了。谢谢哦。香不香？香，又香又甜。你多吃点虾啊。放心，我肯定会吃完。等会吃饱了，你要收拾一下行李啊。对，要准备一下，不然的话明天。时间赶不及。对，时间太紧了。你有没有跟叔叔说了？大概几点到？说了。那你让他提前出发，然后开慢一点。慢慢开，对，下雪了。我有交代。不然，不要急，安全第一。对，安全第一。对。从我们家到驻马店，也要一个多小时呢。反正不管多少小时，就慢慢开，然后早一点出发，不要那么急。到的话，你就带他去吃饭啦、啊，怎么样、啊？是吧？反正你到了也很晚了，都饿了。对啊，如果你跟我一起回去就好了。又讲这种，明明都已经两个商量好了、安排好的事情，你老是这样子说，搞得我真的，多不好，是不是？因为不舍得你嘛。久别胜新婚，你懂吧？天天对着还吵架呢。好像咱们两个还没吵完架吧？对，现在肯定不会吵啊。一般你都让着我，是不是？觉得会吗？因为我不懂讨女孩子开心，反正我感觉你都每次都让着我。那你感觉错了，我是帮你不帮亲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反正你错了就是错了，快吃吧，不聊了，嘴巴没空了，要赶着吃。你是有多能吃啊？来，再吃菜。我不要了，我真的很饱了。
这一锅是我一个人吃的吗？我都能吃，基本上都是你吃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只剩了那个莴笋，还有这个粉条也没吃，基本上这些都清光了。我告诉大家啊，这个菜哈，阿平我们两个不分上下。开玩笑，我只吃了三分之一，还没到。我跟大家爆个料哦，大哥买了一斤多那个丸子，我只吃了一个，其他都是大哥吃的。你看，他是有多喜欢吃肉啊！我给大家爆料啊，那个丸子，那个虾也一斤虾的啊，他吃完料了啊。屁！你睁着眼睛说大话，你真是的。哎，阿平啊，你平常心讲，过段时间没吃胖。不说这些，就这样，不跟你说。你也没少吃，还说我呢。今天晚上吃的饱饱的就。又胖了几斤。嗯，现在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因为明天要早起啊，到时候来不及胖，收拾一下。明天要回去了啊、哦。对呀、啊。来抱一下，走开，没一点正经呢。收拾东西的时候就要收拾。哎，又是收拾东西的时候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你给我背包回去。你说啥？我说，我意思是说，我舍不得这个房子。住到有感情了，然后又收拾东西，你又回去了，又被你套路了。我说啥套路你了？你说，我哪句话套路你？这我不能再看了，停掉。突然发现这个箱子小了，有没有小了？你买了这么小的箱子，我看你怎么带这么多衣服。哎呀，这是太大了。来，这里苹果。别忘了，平平安安到家啊、哦！ Okay. 记得要把东西都收拾好，嗯、别遗漏了哦。遗漏个人？嗯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你猜？你猜我猜不猜？是个美女。哪个美女？介绍我认识一下。OK， 就这样。明天拿个箱子拿花就可以出发了。嗯，好。今天视频跟大家分享这里啊。下期见，拜拜。我今晚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做什么好吃的？某。
吃不习惯。你做的我都吃的习惯。本身这个小黄姜就是比较辣的，这样腌制一下，口感会更好一点。可以了，把它放这里腌制一下，我们先吃了饭以后再用。阿平啊，先别洗了，先过来吃饭了啊，吃饭再洗啊。好的，先洗一下锅。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好的，嗯，挂了吧，吃吧。看大哥做的，有鱼，有鸡肉，稀饭，还有汤，是吧？不错，看样子味道应该很不错的哦。那个菜就没煮了吧？我喝那个去。现在可以讲一下你在做什么吗，老板？公主。不知道是做什么是吧？不知道啊，没见过。我现在做的是叫姜糖，有没有吃过？姜糖。没有。没有吃过。公主给我做好了，你试一下。这个特别是冬天吃了就不怕冷。失败就失败了吃啊。